锵锵三人行。哎呀，这个昨天说刘翔、是吧、今天不得不还要说刘翔。从昨天到今天呢、我看了一下，哎、我又增进我的这个感觉啊，就是中国人呢、中国人民呢、包括中国媒体啊、我们的这个感情啊真是太充沛了、你知道吗？以至于啊，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刘翔还没有死。你这么就我觉得就愁云惨雾，干什么呢？所以我就说有个人说了一个词儿很好，就自然人，滤掉刘翔的各种身份各种帽子。我要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他作为一个自然人，他身体基本非常健康，脚跟出了一点小问题，也不至于好像到完全断裂，有点撕裂。那他动好手术之后，最差的结果就是他以后退役呗，不跑了呗。那么我们还是可以预期他此生会过着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好的生活，他仍然是我们的英雄记录创造者。那么在干什么呢？现在我觉得就是好家伙，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刘翔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嘛、因为刘翔的这个偶像身份，他的这种东西是我们全市三人一起造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神话，对，一个神话。就我们比如说他的市场利益价值也好，这市场利益价值的前提就是我们大家都给他面子嘛，都喜欢他嘛，所以他有利益价值，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们的。你说他是国家的一个象征，这也是我们一起弄出来，所以这现在有问题的我觉得不是他，是我们自己。所以你看啊，徐老师有人在他微博上发给徐老师一个报道刘翔的两地报纸版面的这个对比，你就可以看出这个香港你们香港报纸啊、和我们这个内地报纸的异同啊、我们这个导演呢、是不是可以看看，跟我们来看一下。你瞧，这是内地的报纸，战士刘翔。对，香港的一家报纸，耻辱刘翔，商业化小丑。哎，如此反应对比鲜明。但问题是香港这个报纸它引用的还是内地网友的话。对，那内地网友的话，这次啊两个事件造成了国内民众的意见的大分歧。一个就是羽毛球让赛，但羽毛球的事情呢，它是怎么来说，它的分裂是上下都分裂。对，就在上面哈、你看到新华社跟一些权威的报纸的态度都不一样。 对，然后民众的态度也不一样，所以从上上下下都形成了两种意见。对，一个是西方欺负我们这个游戏规则，一个就是说要尊重体育精神等等等等等等。但这次的事情呢，到目前来看哈，它是上下有点断裂，上一直都是维护它的。你知道中央给他发了慰问，然后体育代表团就开紧急会议，号召大家学习刘翔。现在刘翔是对，还要开紧急会议、开紧急会传达中央精神，然后说要学习他的这个崇高的什么什么勇敢的拼搏精神啊，什么什么的。我不知道其他的运动员心里是怎么想，但是反正是，那么你看网络上哈，你在正面的标题上全部都是赞扬英雄，那么但是你要打开看下面网友的评论呢，就分了。就是两种，当然也有相当多数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支持他，他英雄心疼的、但是那种阴谋论就觉得你是表演啊，你是什么什么，甚至于 很枯涩的那些话也都有。但总体来说是有一个上跟下的一个冲突。但是我恰恰觉得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个事情比如说经过这一届奥运这么多事儿之后，我们有没有必要就是说一个运动员出个什么事儿，或者一个场比赛怎么样，然后都要动机到涉及到中央精神，这个中央都要有个精神有个表态，这个东西有点太严重了吧。对，就我们老实说啊，对，他这次所有运动员得金牌没有出现过这种电报，这个有点太什么了。老实说，就是说我只能承认我的这个水平和觉悟低。为什么呢？我讲我真实的感情的感受，没有什么感动，没有什么不感动。我也觉得是、他就是参加这个比赛，然后他伤了，他摔了啊，最后他蹦到那里啊，看当时看着我一阵愕然，就是如此而已了。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要这样的抒情呢？就是这个感情大爆发呀！我觉得这个，哎，我也是。我昨天我后来我去了别的媒体那，遇到那边一帮年轻小同事，每个人都愁云惨雾。他们有的呢就完全是愤恨不平，就是很讨厌刘翔，
有的呢就很同情他，但那个情绪真的是非常一片阴云压在那儿。所以我这个在咱们站在边缘上的人呢，的确就是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因为我没有，但是我也看到每一个人的感情都是值得尊重的，所以我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相当的人呢，他会把这么丰沛的感情寄托在一个别人身上呢？那就是神话工程啊。我们中国人，我觉得我是高度自私的人，偶像大部分时间我在想自己的事情，就是他关心适度的关心一下好了，当时也会比如说他要是得了金牌我也会跟着一下五分钟吧完了。但是这是不是也是环球现象的？比如美国人是不是也会特别崇拜比方菲尔普斯啊，或英国人现在会整天的报纸对他们的明星也是一种偶像崇拜啊。对，所以中国人在体育当中找这种民众心目中的偶像，这也是西方的习惯，这也不是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你比如说像你最爱看的《太阳报》，《太阳报》怎么了？《太阳报》今天的封面要看三版女郎，我以为你要看第三版。你别这样，别这样。你看第一版好不好？对对，第一版亮出了他们打破金牌的记录，他们自己的金牌记录，有史以来得过最多。那他们也是一样，也很崇拜，也崇拜他们英雄，很高兴。可是呢，我觉得他们还不至于像我们这样，就是那种没有我们这么多阴谋论。对，没有我们这么多阴谋论。假如一个运动员受伤了，我觉得他们就是同情这个运动员受伤，很不幸，他们不大会去说你什么假的啦，或者说你什么利益啦，然后赞助商啦，背后有多少。背着17个赞助商在跑了等等，我觉得他们不大会有这样的，他们比较少这样子。是，就是，所以要站在英国人的角度看呢、啊，就说这事儿聊大了，严重了，是吧？就有点怎么说的这么样的严重呢？但是我这次从他们田管中心的这个主任的回答上，我找到了一点点答案。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们动机国际的还是我们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就直接他们的上司。事情如果动机搞不清楚的话，我们的一个常识说看后果，就是一件事情发生几种可能，比方说退赛了、拿金牌了、跑第四第五名了、跟这样出意外了等等，什么样的后果对谁是比较不好，对谁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如果是从刘翔的角度来讲，当然不好，他现在受伤了，对不对？对他来说他是个很大的不好，对于观众来说也是很不好，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我们看的人震惊、失望。可是田管中心主任说了一句话，我原话哈，受伤后所展现的精神价值远远大于金牌的价值。那换言之，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认为从后果看，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最大的价值体现。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啊，刘翔给中国带来了一面新的金牌，这面金牌就叫做刘翔精神，对吧？我们要贴出标语，刘翔精神。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品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短江，古井贡酒。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指定橄榄油，地中海欧丽薇兰特级初榨橄榄油。所以因为我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嘛，在我看来就不用把刘强的事情弄得那么悲情，我们还是快乐，对吧？比如说昨天我们晚上就快乐了一把，对对吧？我们这个快乐都跟刘强有关系，天降大雨据说就是为刘强伤心，刘强而哭泣，说上海大台风啊，对，还为刘强，中国人的文学想象力啊。唐宁街十号也是这样嘛，一天大雨，伦英国都为他哭泣啊，英国都在哭泣，但是尽管他们那天得了六面金牌还是得哭啊，但是大雨这个大雨浇着的英国伦敦人民他们却在狂欢，这说明跟我们真不一条心，就是飞沫逐泪，我们齐心协力。对，我们昨天我们去看了这个沙滩女子排球赛，文道看湿了。
对，真的，文道出去抽根烟，是看是文道，哎，这你原话这个文道，我们来晚了，文道刚看到讲你吧，这个我要讲讲这个状况。嗯，我们约好了，我们几个一块去看。你先讲原话，你先讲原话。不是他，我来讲原话，你讲。他看完了，我们到晚了。你们简直就几乎是人家打完了你们才到嘛。他看完了，我们到晚了，他就说这是沙滩女子排球赛最后一局。然后呢，好，他看完了，他出去抽烟，抽烟就说啊，文涛，我不回去了，我走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刚才淋雨啊，我内裤都湿了。你说你不是看湿了吗？看得我吓得湿了是吧？湿的不行了，得回家料理去了。没错。于是接下来我们跟小田看的是男排的三四名的。哎，这个跟咱们可以看看照片啊，这证明我们确实是去了。你看这个小田，那文道在那边，徐老师在偷看小田，而文道湿了。对，那个还是小田还好救济我，拿了件雨衣给我。要不然我更惨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出一段这个视频。我就说啊，沙滩排球赛，我一看这是个综艺节目，啊，完全是个综艺节目。我用我的照相机拍了这么一段，它是你能播奥运的现场的东西吗？不是，我拍观众嘛。哦，它是比赛第二，你知道吗？它是娱乐第一，可以看看这一段，可以看看这一段。The winner will come and just that party's in London, it's still fun. We're jamming, pump this banging, chase your boyfriend, it's happening. We're rowdy, goes like a judge, cloudy. When the sun comes out, we're so outies. We don't wanna be there. 要灯关哪儿去？你这么有节奏的，这就是沙滩派对啊！那个沙滩派对，那真是个派对啊！五天沙滩班，这就是奥运会的。而且你们发现他们卖的东西不一样，门口外面我一进去发现一大堆那种像在海滩卖，那啤酒当然每场都有啊，他卖好多什么烤肉啊，什么那些东西都来了。然后场里面的观众呢，他最妙是还有个主持，别的比赛没有这个主持的，他这个主持是怎么样？比如说他会呢。好，是时候了，我们 make some noise， 就是大家吵一点，来点声音吧。他就喊 US， 然后美国那边就哎，然后他但是也得给巴西打气嘛，对对对 ，Brazil， 他们是享受去的，去的就是玩的，就是观众才不生气呢，你知道吗？这我是想在别的地方啊，观众走了。又那么冷，那么大的雨，这是狼狈。你看我们这个多狼狈，太狼狈了。难怪他这个也是，我他妈湿到内裤去了，难道都能看湿了？这么严肃的人，这是。哎，但是文道从这儿啊，我也学习了很多。要不说咱们这次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啊，我学习了一个，就是我要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就说要不咱们退出奥运会得了。真有网友这样跟我说，对，这个羽毛球的事情发生以后，就有人说我们就应该坚决退出，这西方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我们有志气，我们回国自己打，就这样。不是，你看自己可以办个叫做孔子杯啊，可以可以，是啊，是。你知道，我是经过这几天呢，我把我一个这个粗糙的想法慢慢理清楚了，我觉得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怎么回事呢？就是这是西方人发明的游戏，对，我们都知道规则。但是正如西方人在中国做生意一样，你光知道法律没有用，你还得适应中国的潜规则。对，同样奥运西方人的运动游戏也有西方人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呀，甚至可以理解为风俗习惯。这个事情约定俗成。对，这个就很吧，比如说沙滩排球是这么玩的，对吧？这个就可以解释。你较真又有点好像没错失仪了。比方说啊，我们说你看见这个短跑，博尔特小组这个预赛，只要跑到第一，后半程简直溜达的就行，你也没有出尽全力赢得这一场比赛，更高更快更强。但是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这 OK 没问题？这就是一种风俗习惯，这就是一种潜规则，就是说这么玩行。但是呢，中国跑进来了，说那羽毛球既然是这个规则，我得给你假打啊。哎，他们看不惯，这不，我们没这么玩的，羽毛球我们不能这么玩。对，你明白吗？所以呢，这个里边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要不要玩他的游戏？中国人有句话叫入乡随俗，你知道吗？你连他的潜规则你都需要了解。正如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做生意，你说我光按照中国法律办事，我不请官员吃饭，你做不成了。咱们中国生意都知道一个字叫关系，对，对，关系，就是你知道吗？英文都有了，对对，牛津字典。你抱怨吗？你抱怨说他这为什么我按照法律办事，我不请他吃饭，或者说我不行个会，我做不成生意呢？但是这都是类似于风俗习惯一样的东西。你觉不觉得？可是这里头还有一点啊，它还挺复杂。它除了是文明差别之外啊。文化区别之外，它还牵涉到每种运动的规则，没错，又都很细致不一样。你比方说，举个你刚刚说那种，博尔特赢定了，他后头就溜达了。那篮球、足球也很多这种垃圾时间嘛，对对对，像篮球赛就是，你大比数赢，大比数赢后来都是板凳，对，就板凳了。是板凳是。那足球又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这一年的欧洲杯。欧洲杯你看到没有？记不记得最后西班牙不是已经狂胜了吗？对对对，狂胜之后，你看西班牙那个门将怎么样？他本来法定有个补时的时间嘛，你知道足球，比如说下半场补个三四分钟那样的，但他已经大胜意大利了。然后那个龙门呢，跑去跟这个裁判说，被人拍到了嘛，说很感人的一幕，他跑去跟裁判说：“裁判够了，别补那么多了，我们赢了，尊重一下意大利吧，尊重一下对手吧。”你想想看，这又变成是什么？就反而变成叫体育精神了。就是说，你已经赢了人家那么多，你最后就别在场上再拖那么久，折磨人家了。这就像还有运动员受伤哈，停了以后，那个球啊，一定还给对方。对，所以这也是潜规则，也没规定，也没规定的。所以就像罗大佑唱那歌嘛，咱们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就剩在风中哭泣，是吧？是不是玩着别人的游戏？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荏苒，从戴上华冠的那刻起，我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十年。从凤凰主播到金融投资，今天的我已经从当年那个稚嫩的女孩变身为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职场女性，一个体贴的妻子和一个温婉的母亲。我的丰盛人生从此被点亮。大理特约之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核心科技就在格力，格力电瓶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一赫兹好变频，格力掌握核心科技。传承千年酿造工艺，历经天宝洞藏，红花国色，酱香典范，红花郎。那容我再深入一步啊，中国呢又应该参加奥运会哦，这就像联合国，你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你的存在本身也对对方啊互渗，互相产生影响。这个英国《每日电讯报》，我注意到这个文章啊，这篇文章说啊，请不要他们自己反思啊，请不要再把中国人当成作弊者、怪人和机器人来对待。对，你知道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一方面对我们被他们嘲笑了，就是说你们风俗习惯我们不太明白，哎，但是另一方面呢，通过这个碰撞啊，他们也在反省。对，这对啊，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自行车可以假摔？为什么羽毛球不能这么玩？他们，你看，也你这他都聊，他想到哪儿啊？他说，这类报道啊，说中国像机器人一样，这什么训练哈，他就说，这正是我们把中国人视为异类的真正原因，因为很多英国人仍然在忠实捍卫着我们这些越发走向失败主义的英国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背弃的价值观。很早以前英国人是什么价值观？全心投入和决意取胜。他说，这类报道反映出对远东民族抱有的种族主义看法，同时流露出我们自己啊对催促年轻人要有优异的表现这件事儿
也就是说向年轻人施压这件事儿，以便让他们出类拔萃这件事儿，我们英国人现在对这个观念已经感到有点不适，深感不适。我们本身不愿意像过去那样要求年轻人，不愿意对他们呢寄予厚望，所以中国人这样要求年轻人，我们的观念上觉得不舒适。可是我们就成功吗？这让人一直想到曾经在纽约在美国发生争论的那个虎妈，就是两种教育方式。其实美国人在谴责你的同时啊，他也有些人在反思，对，到底谁是对的。对，你明白吗？在反思。因为英国其实不只是这一篇了，最近一个多月来一直有很多他的以前的体育名将出来说话，就说中国的成功是来自于他刻苦训练，就是因为他们念得多。比如说像叶诗文那个事出来说，那个我们很多人很生气嘛，就说你怎么这么怀疑。像菲尔普斯他都说话，因为菲尔普斯自己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的时候是15岁，他就说他们一个权威的杂志叫自然，对啊，现在道歉、现在道歉了。哎，他批评这个就是当初怀疑是用禁药，他从科学手段上这个炒资料就不科学，这个是最权威的杂志哦， 对不对、我觉得这种东西的碰撞哈，或者是中西的碰撞哈，最后还是会导致文化的更理解更融合。对，背后呢其实都是有种族偏见跟冷战思维，一定有的。是我们这里呢把几个事情混在一起，比方裁判不公平啊，羽毛球啦、什么还有叶诗文啊，混在一起其实也不对，其实事情都是不同的。哎，混在一起呢就觉得人家老在欺负我们。就我的意思是把这问题想得远，就是说对外国人呢、对我们的一些问题也促进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反省。就比如说外国人说，为什么我在你们中国不跟官员吃饭我就不能做生意呢？对对对，我们一方面嘲笑他们不懂得中国的人情世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也可以问，对呀，为什么非要跟官员吃饭？这是不是贪腐呢？对对，才能做生意呢？对对吧？你看这个双方其实是个好事，所以对潜规则的质疑是一件好事情。哎，对对，所以呢他们现在，我觉得这几天我看他们自己也一天到晚就讲什么叫做训练，什么叫追求卓越。因为英国以前也是这样子训练他们的子弟的，对，他们以前的小孩子的训练也是要强调要卓越要艰苦的。就你刚才讲到的，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曾经说过，英国工学运动场上那种追求卓越和期望的精神给了他灵感，但是英国人说如今这种精神在英国已经无处可寻了。在中国重新出现了，所以他会觉得，哎，你们中国怎么这么要求孩子，给他这样的高压，为了让他卓越。其实呢他西方人呢、这个对孩子这个放养啊也有所偏颇。对，可是现在反过来呢，我们中国人又常常说我们太填鸭了，对，我们又太高压，有一点太过了，对对不对？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就大家都透过对方回问自己是怎么回事。其实今天世界上有很多我们叫普世的东西啊，都是透过这个对话产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联合国不是有个世界人权宣言吗？对，那就说这是西方价值观。其实你回看当初这个宣言产生的过程，有一个前中华民国的一个法学家据理力争，他里面整个最后的修改出来那个句子，其实是中国人写的。就今天世界人权宣言讲的。